像我一样的兔兔小宝贝注意咯，先将侧白叶放进清水里浸泡清洗干净，记得是这种扁平的，而不是那种带刺扎手的。无患子也下水清洗，这可是会起泡的关键，它又叫吸收果。接着侧白叶打底，倒入清洗好的无患子和摆好的皂荚，还有何首乌，再撒一把桑叶，清水刚刚好没过，开小火慢慢煮，煮上两个小时，等水量变少变得浑浊，先粗筛一遍过滤掉杂质，再细筛一遍，没有加增稠剂，所以看起来不会很稠。最好用这种自带起泡的瓶子，挤出来的泡沫特别的绵密，味道是一股淡淡的药香，学会了让你体验发量一把抓不住的快乐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